摩拉维亚每日箴言，为每日生活注入美好勇气。诗篇十篇十四节，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为要以手施行报应。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二节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花些时间默想这两段经文。在我艰难的时刻，我要倚靠他，我不会后悔。他会扭转所有的苦难，他是自有永有的神。我的身体，我的灵魂，我的生命都顺服于主神。他按照他所喜悦的创造了一切。